一尊巨大的关公像，威风凛凛，相当庄严。往下一看，一手拿着书卷，一手还亮出大拇指，比个赞。我们那个年代的新竹的小孩子，除了去青草湖以外，就是来这边普天宫这个关公庙来远足啊，拜拜郊游。这里就位在新竹普天宫，是不少民众的信仰中心。其中这尊关公像长度高达120公尺，是全台最大的关公坐像。盘点全台重量级神明，台中宝觉寺弥勒大佛，瞧个角度配上红绿灯，就好像戴上墨镜，号称全台最潮大佛。往南一点走，莲池潭附近的元帝庙屹立一座高达72公尺的玄天上帝神像，还有高雄佛光山的释迦牟尼佛，加底座108公尺，是亚洲最大的铜柱座佛。铜光闪闪，眯眼微笑，这将近10层楼高的弥勒佛伫立在云林斗六湖山寺。不少人开车行经国道3号云林路段，都会看到这巨大而且和蔼的神像。也算是斗六的名山圣地嘛。现在人烟稀少。巨大神像不止守护各乡镇，也是信徒的心灵寄托，同时也带来一股观光旋风。三立新闻张怡宁、陈宇宗报道。